虽然下着雨，但是森巴鼓的表演还是带动整个彩街游行的热闹气氛。七堵区六堵里为了带动地方热闹繁荣及文化气息，特地模仿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，自办六堵里版的海洋老鹰嘉年华彩街活动，有森巴鼓的表演，也有艺术大人偶跟着游行彩街，相当有趣。举办这个活动是要带动地方繁荣热闹，还有文化气息。我们准备了大概一个多月，也请到了八堵跟东信国小的小朋友来为我们演奏森巴鼓，然后也请到很多的队伍来采街。这次真的谢谢他们的帮忙，很感谢，也很肯定我们宜良胜上任以后，除了地方上的建设的争取之外，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视，尤其今天可以充分的显示看得出来。啊，在这边也要感谢今天参与的各单位啊，你们不畏风雨啊，也完成了今天的采街活动，特别的表达肯定之意，也感谢你们的辛苦。六堵里希望可以汲取这次办理采街活动的经验，未来每年都可以持续甚至扩大举办下去，活络地方气氛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